大家好啊！今日嚟开箱一样嘢啦，就系我哋嘅宝可梦剑盾嘅卡牌中文卡牌游戏啦。咁中文嘅卡牌游戏咧出咗最新一弹嘅，就系叫剑盾 V 啦。咁咧我今次买咗呢个咧就系预组，就系可以咧一盒式咧40几蚊，同埋咧四包嘅卡嘅。咁 set A 同 set B 都有买嘅，各两包嘅。咁我哋开咗呢个。呢、这个起始牌组嘅卡先啦，好，里面有一个说明书啦。咁咧，佢哋里面讲明咧，系一定有只宝可梦 V 包含喺里面嘅，同埋有啲伤害牌啦，同埋有一沓牌嘅。咁我系抽到降，系，好，我打开睇下，暴力色茶卡 ，OK， 咁好啦，就系、是、降系啦。咁种子铁球同埋坚果哑铃。两个，然后大嘴蛙、大嘴蛙、加纳尔咁喵喵，我觉得呢个画都几靓，加纳尔咁喵喵，然后加纳尔喵头目，然后光系能量，咁我哋抽到宝可梦 V 系大王铜像 V， 咁咧必定抽到一只嘅，咁我哋抽到大王铜像 V 啦，咁仲有系跟住就系恶系啦，导弹小妖，跟住呢个进化啦，然后甜美蝎。这个就是龙王蝎，然后恶系的能量的，有长毛巨魔，然后有些道具啦，超级球，有劲谱，然后精灵球啦，宝可梦胶体的，宝可梦中心的姐姐，不错啊，马尼，有老大的命令啦，即是板木。有宝可梦小朋友啦，有管主超级球，又有张劲谱双药能量转移博士的研究，有双药先机球交替，马里又有啦。咁咪重复嘅。咁呢套牌有大王铜像 V， 我觉得唔错啦。咁呢个暂时摆喺呢度先嘅。咁好啦，我哋抽完呢套起始牌就抽呢个卡啦。咁咧开咗 set A 先啦。咁教剪小心提醒大家剪卡包嗰阵时唔好剪到啲卡啊。咁 set A， 咦，我见到个边啊，大家见唔见到有边啊？咁咧有小坦仔啦，霹雳电球，外管事，呜，有 V 卡哦，拍擦海胆 V， 唔错啊，拍擦海胆 V， 仲有奥利美，有拍擦海胆 V 第一张，咁好啦，然后开 set A 继续开，睇下有冇继续咁幸运可以开到 V 啦，好多人抽到欧，好欧嘅，咁呢、这个。冇闪啦，咁系加纳尔喵喵、电鹰、多隆奇，你多隆奇超有用噶，可以进化做多隆巴鲁托，然后进化分香，然后就死神版。其实呢包冇乜好嘢，咁抽完两包 set A 就抽我哋嘅 set B 啦。然后 set B 今次咧个封面就闪面王牌啊、雨三加嗰啲啦，咁都系小仔有冇 V 卡？哦，今次又冇咁幸运啦，有我哋嘅红铜牛熊啦，小木灵进刺进雨，然后搭冰人牛，仲要厉害双羊，然后好啦，最后一包啦，最后一包嘅 set B 啦，咁就今日抽嘅最后一包啦，小心都系唔好剪到卡啦，提醒大家，睇有冇 V， 咦有啊，见面到个闪，可能唔系 V 嚟嘅，咁有亨果虫啦。大钳蟹、猛炸虎，咦系 V 喎，煤炭龟 V， 咁可惜今次冇抽到 V Max， 因为我都抽到几张牌，咁今次抽四个，抽到两张 V， 我觉得唔错啦。咁呢个系 V 嚟嘅 ，SR V 唔错，呢张 SR 嘅卡，你咧抽到呢张 SR 唔错啊，咁我抽到 SR 唔错，我中意，好啦。咁今日咧，其实都抽到几只几好嘅，抽到一只拍晒海胆 V 啦，煤炭龟 V， 同埋咧大王铜像 V 嘅。咁今次都好开心，可以抽到咁多 V， 仲可以抽到我哋嘅 SR 嘅煤炭龟。咁我仲开咗嗰个起始牌组啦，咁抽到大王铜像 V 嘅，咁必定系抽到 V 啦，估唔到大王铜像。咁今次比较可惜咧，就未抽到 V Max 嘅。咁咧就抽到三张 V 啦，咁冇第一张，咁咧好开心都可以抽到 SR 啦。咁咧讲开又讲啦，我哋
开得个四包卡，梗系冇可能抽到 VMAX 啦。咁自己都讲笑下啦。咁好啦，咁影片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买咧，其实咧佢好平嘅啫，一包咧有十几蚊嘅。如果嗰个起始牌组咧就系四廿几蚊。咁如果喜欢我影片，要右下角按赞同订阅，唔好唔记得订阅埋阿姨父频道。想睇更多影片，要按埋小铃铛收到通知啦。咁我哋下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